对呀。你知道我今天出那个题，我本来是想让你模仿这个的，这是什么？你都不知道？我当然不知道。哦，好吧。这是什么？油腻？油腻还是什么？差不多吧。我感觉我刚做的很清爽。你们要？对啊，就很清爽。你再来一遍。你没有 wink，哦，我没没有看加见。上。啊！突然哦，油腻，突哎呀，然有你还好呀，还好呀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就原来跟是你，加了 wink 就有点。而且你的嘴巴要控制它，就是怎么啊？微这笑，是什么？微笑，嘿嘿嘿嘿嘿，就很变态。Hello，Hello，hello, 谢谢哈哈。Why Not 我投出的10票，谢谢。谢谢 Why Not 油腻到底我现场投给你出找的谁？票数，谢谢。Hello，晚上好，模嗨。仿几个我们模谢仿谢的。送给我秋天奶茶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周。惩罚小树，什么什么？惩罚我？我做错了什么要惩罚我？我一直都在播爱的种子。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说哎，模仿我的们是，用影视剧的方式来说话怎么样？哦，那我记不清台词不啊。是，就是方式不一定要说哪种哦，台那词可啊，以呀、啊。好像蛮有意思的。树在学什么奇奇怪怪？谢谢树在小鸭奶学茶。下班多久？与众不同的东西。人类高质量的 Hello，体晚验上呢？好，嗨。对，我们后来有录一个东西，我感觉我眼睛都有点睁不开，但是我把微博给发了，想你知发微道博，赶在西斜街店我们的三七个月月快的最后一天，点一个队友，对，想让自己的七月博看上去不至于那么的空模白。仿我又没有什么特别标但志我性戴的那东个红西，色的帽子，模仿我要显干嘛呢？得哦，我亲爱的，头我本来这想让是一顶很可爱的谢小帽，谢结果可戴爱成了娘方家方汉的堡，超级玛丽。9票。谢谢周，我投出的一票，谢今天谢。都没当美人也不算什么。最后，真的好热，都跳得热汗淋漓，但是跳下课铃声真的很开心。我跳舞的时候，今天全程就是前面的歌曲，我到最后的时候才放心的、哦，特别说到肆这意个，的我想跳，起来，因为我一直戴的我是那前个几天帽子，看然后我了就一直保持我的下半身在动，但我刑侦头、日记脖子上以上电的视部剧，分都在不感动。觉几百年都没有看过电视剧了。这样子控制着，然后对呀平对时都呀，在刷小视频儿，就没有什么看的内容了。七月的感觉最我后一一般天关注的了，东西都没有更新，或者更新了我都已经看完了，就没有再更新了，就找了这个剧在看。老实讲，我的眼国产睛剧，今天对，看港的有剧，点难受，只看电影，到时候看看。看电影稍微多一点吧，电视剧更少谢一点。谢谢谢谢美影这一个掷我投出的27票，谢谢。小，幸好录下个铃声，我都很久没有跳了，像一个卧底，哎，然一个后警察，久违的跳了是高雅他有曲。人格分谢裂，谢美影像美这种影什一么掷卧我底投出的啊，9票，谢人格谢分裂谢。啊，但是我们今警天去察的咪呀，咕的对吧？演唱的会，他这种就设是定靠。都是我很喜这欢的边设定。右手边舞台，右手边我们在舞台上今右天手很边好镜看，头比较，对，今天我们只有那个是在切的外比屋较的时多候，的，所以我站位都在左边，就比较哎，少很看累，到。我感觉我嗓子不行了。然后你聊们到今天这怎个，么然后度过姐的？还说她看了在天。哪里，她说她看不懂。我说确实有一点，对，是有点因可为里惜。面就是剧里面所有人都是，就是有点对，什么毛跳病的，了就有点精神80首病啊歌，或什么的。还挺长的。我模的鼻仿子呀，很有福气，你从哪里看，模仿觉仙得儿我游的记，鼻电锯子很有杀人福记，气？但是老实还讲，行吧。我承认我五官里面长得最好看的是我鼻不会子，代入，这是我看我什么东西我都不会代入，就是还好吧。仔细端详过，觉得自己的鼻子是五官里面长得是最好看的。是吧？玩游戏、睡觉、看电视，好仙儿享游戏，受哦！好耳熟啊，真的感觉很之前有享听说过，受，好像感是有觉一个你电的视剧还背是后电影，都有小翅膀仙儿在，游戏。就是你躺在床上小翅我膀要就说这样什么一来阵扑着？腾扑腾，非就常的放松。是，哎，你要说什么看来着？了《浪客剑心》，我知道这个呀，后来有拍电主影了角是是一吗？个是，神分裂谢的人，谢然绿后皮他的大雁世仔界，送给我的他的小芋圆，放心心。中碰到觉得我的眼睛好看，我觉得我的是眼一个睛成还了可以。肿瘤，
比较温柔柔的，不是特别大，但是门睫毛刷的好的时候显得还蛮温柔的。会出现不同的人格。我还想讲什么哦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变态医生。我们去的时候今天早上去做核酸，精神真的，我就是刚下车我们就立马就去做了，我的心理建设都还没有做好，就发现很轻微的是咽是做的咽喉，很轻微的就做完了，然后就在住院室哦，待了好久，等待了很久，眯了一会儿。我觉得很神奇，快点确实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影视作品，对对，我就心想，那我这是心里还是小小的心理建设一下，给白建设了。对，但是作为电视剧来讲，找我吃饭，他是现在找我吃饭吗？我来辅导中心才吃的饭，因为快上场的时候我的外卖才到。我又很怕上场前吃了会难受吃的，对，所以就一直忍到回来才吃的。然后弹幕还说什么？谢谢果腹橙送给我的音乐包，我点的是三文鱼，感觉很久没有吃了。因为需要很信赖他，信任。我做核酸检测，从来没有捅过鼻子，但是真的我，有人想象有人捅过鼻子，我救命啊！痛苦面具好吗？感觉要喉咙喷火，鼻子喷火。我怎么记不清了？恐龙，不记得。谢谢鲜皮小莹送给我秋天的奶茶，谢谢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。而且它可以操纵，你信赖它，然后你想要治那个病，结果它给你搞得更严重，很恐怖。那是什么？就比如说你会出现一个幻觉。我出现幻觉，我现在面前有很多只蝴蝶，然后呢？不是，就是你出现幻觉，你觉得旁边有人。有两个人一直在跟着你走，然后你去看那个心理病，你去看医生给你治病，想要这种幻觉消失，然后医生跟你说，你现在，我好害怕呀！你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心有点害怕，我害怕那个医生说出什么话来。就说你不要看左边，你不要想着。但是不能，你越说是这种话，就很像就是把那个衣架放在你的头上，你就会不自觉的左右摇摆这种关系。然后呢？就是。他越告诉你，你不要想着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越想这件事情。对啊，人就是这样的。对啊，人得不到就是越想要得到。这个得到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一想，没有任何关系。这，那你就说这个类比是不是还是有点？你越不想什么东西。对。然后嘞，我也是，我都是做的喉咙的。他就不想，然后呢？就会让你的，就是让你的病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哦，加剧了你的。对，加剧你的幻觉，然后让你洗。谢谢汤圆里要加糖投给我的一票，谢谢。你有很叛逆的时候吗，青青？我没有吧，我感觉你应该没有。我有啊，我有过，我想要离家出走，小的时候。哇哦。但是我没有成功。你是走了几十里路，立马觉得情况不对，又掉头回来了。谢谢 Y Note 我投的十票，那你好歹应该先去吃个饭。不是很小的时候。多小？不知道，就很小的时候，可能小学，我不知道呀。那你记得清楚你当时为什么想要离家出走的原因？我也不记得，我只记得我想要离家出走，然后出门我就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而且天都黑了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好危险，好危险。我好像也没有很叛逆的时候，但我有一阵子的时候很喜欢和我奶奶顶嘴，这是个坏习惯。而且还会想着为什么他们还不出来找我，别人压根都没发现你失踪吧。啊，那怎么可能啊，你失踪了很久吗？那倒也没有吧，不知道。 Hello， 晚上好。上次有朋友考试考不好离家出走去网吧玩，考试考不好真的很不想回家。我考试考不好的时候，我回家从学校回家的那个路上，我一步路想当三步路走，就真特别不想回家。但其实回家发现也其实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儿。
谢谢谢谢，谁能不思量为我投出的九票？谢谢你，感谢你。我也没有什么叛逆期，感觉都还蛮平稳的线条。很少去别人家里玩，都是叫他们来我家玩。不卡了。那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因为他们说叛逆，我说人越不想得不到什么东西就越想得到，然后他就说叛逆。哦，叛逆啊！他们催我跟视频，我说那我就。你不是已经跟得很勤了吗？而且每天都在想着该怎么拍。对，我今天还知道我。对啊，我今天还跟你说了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，就是肯定你，我觉得要适度的肯定你，所以我心里这么想，所以我就跟你这么说了。对吧？但他们不知道，当然我很细腻，对呀，当然也没有暗指别人不细腻，关心你而已。不是，是他们不知道了。还爱静跟我连麦呢，好久没连麦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爱静。他们都很想让我跟你连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你们是不是快来了，爱静？我后天来，我去找你玩。二号是吗？刚好二号，我们二号要做核酸哦。二号嘛，所有人在做核酸，应该是每个队伍，然后这样。我今天早上刚做了核酸，我有没有很丑啊？艾静，不丑。我觉得这个没问，我问你这个问题不等于白问了？不是啊，不丑啊，真的不丑。但是我很丑，你看我都只露一只眼睛。但是他们就很想让我见见你。哎呀，小猪卡住了。我一直在等我们，就是总选。对我来说，总选能够见到你是一件很能安慰我的事情。嗯，我也是，我超期待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就很害怕疫情越来越严重。但是我们过来之后应该会陆续做，你们过来要做核酸吗？应该不用吧？应该要做吧？我们去上海可能都得做核酸吧？我猜应该是进城，嗯，好像是吧。行，我们三号好像就要去排练了。什么？你这边网络好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网好像不是很好。你是不是又很晚睡？我没有很晚睡，我有的时候很晚睡，有的时候睡很早。我最近你怎么知道我很晚睡？嘿嘿，就是猜的呗，这还能？你是猜的，真的吗？猜，那你猜的很准。对啊，这当然。很感动。也没有，我想总选前夕，大家可能都不会太早睡吧。那很忙，因为真的很忙。你在忙什么最近？我一直，你知道吗？我来到重庆之后，我学了好多首新的歌，我感觉你是不是学了很多套公演？对。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看你的房间，我发现你也学了好多首新的歌。一直都在学，我终于能够理解你在南北京队伍里面时，你说你学了多少套公演？对，我来北京，哎，我刚去北京的时候，不是就其实好像就只学了 Universe， 而且我当时。而且我当时中年不在和水水当时定着 MVP 不在，是有一次去海口，然后我身体不好嘛，就两次冲突掉。我都已经学了三套公演了，太辛苦了，真的太四套加巡演，救命！好，那你要好好注意，劳逸结合，真的学公演真的太难记了，主要是。这是多么的感同身受，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？真的，真的。送给我的，送给自己，送给我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我现在看不到你，小叔，黑屏吧。我这边太卡了吗？还是我可以看到你哦？真的吗？但是我看不到你，我好像看到你的房，你在哪里直播？怎么这么古香古色，很有火锅的味道。我们的食堂做的很那个，很古香古色，像在饭店火锅饭。对，真的很饭店。好吧，你们是二号什么时候到？大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中午下午的时候吧。我到了，我想去找你们玩。你直接过来就好。我们下午应该要做核酸，然后要排练什么的。但是没关系啊，反正我都在上海，你就直接来找我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到时候跟你见面，我还想见那个 Kona 他们。好好好，开心了。嗯，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吧，哈哈。嗯，那我先。挂了，然后我一会儿要去结算一下鸡腿。哎，好，行，千万不要算错。拜拜，马上就可以见面了，我们二号见。好好，睡一晚上很快就。好的，想你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告诉他千万不要算错了。
新的一个月了。当然，我也很喜欢他。对，因为我昨天还想到，不是说要去拔牙，我就想着呢，二号他也要来，然后王俊逸也会来，大家都会来，张搜也是。医院的话，然后医生听到。谢谢海盗一起种树投给我的酒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肯定会觉得很夸张吧？我妈妈可能会开玩笑的这么说，但是她可能。总算好像一年一度的大聚会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们会就是能够看到很多少女们的，可能又会觉得啊没关系啊，小孩子啊什么的，猛男很正常。Hello，Hello。放点音乐听听。你在给自己打光吗？对，我买了一个打光板，这个好用都没有。你现在这个动作还挺那个的。挺什么？看起来挺专业的。挺像画。像画是什么东西啊？哪个画？就是一幅画的画。是好看的画还是奇怪的画了？就像如果我要开始绘画，我要临摹，然后你是模特，啊、摆着这样的，对，这样的姿势。啊谢谢安源先生投给我的一票，谢谢。Hello Hello， 我再播一会儿，我再下直播。没事就不要换。不是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开心，能够看见。这颗牙齿，你看别的牙齿，上一颗牙齿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跑去拔的，对不对？就很厉害啊。但是这颗牙齿，就感觉很严重。不是，那是第一颗我是原本准备自己去来着，然后碰巧他问我去干嘛，然后我说我要去拔牙，然后他说他也想去，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去了，然后第二颗是我自己去的，然后第三颗我不敢去了，不想去。我今天上床在微博上把我的耳朵也同步了一下，但是微博它会压缩好多，就是画质没有办法。但是想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也不知道我上次视频，看底下留言，可能微博可能大家会看到的更多吧，嗯。但大家可以去 B 站看一下，会更清晰版本。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和弹幕，这样。Hello， 晚上好，谢谢安源先生投出的一票，谢谢。没一直投出的九票，谢谢。我想先好好睡一觉。是吗？是吗？刚看完了。谢谢谁家小老虎的生日礼物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八月快乐，八月快乐，和杨青青。快乐快乐。要我像机器。对啊，我就是机器人。我是无情的发糖机器。那机器人，机器人，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。机器人不能告诉你，你要自己告诉你自己。机器人的大脑不是很聪明的吗？机器人是人类输入进去的呀。你自己有了答案，你再输入进去，那不就你自己告诉你自己？那不是自己在骗自己吗？算了，问。你要问什么？我很好奇你的问题。不问。你先问嘛。我不问，反正你也不知道。你先问吧，你不是上帝，你只是机器人。对啊，我也不是超人。超人不知道，上帝可能会知道。你居然不会觉得我说的很无厘头？他们说好敷衍，亲亲。靠近。八月快乐，文胸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谢谢谢谢，去冰半糖为我投出的9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还心想这是什么特效，像魔法豆一样，纯就是因为它一大团，然后有很多那种闪亮的豆子连在一块，我想是魔法豆特效礼物。结果是什么？是票，999票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。感谢你为我投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去冰半糖为我投出的9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生活，让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些质的品质保证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的，我当然知道是八月一了。谢谢。今天是最后一次周报，是吗？哎，可是已经周报结束了吧？供应完成供应，对，真的是最后一次周报了。是8月1号的，8月1号是倒计时7天一周了，这样子吗？谢谢谁在场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天天开心哦，你们也是天天开心。什么人吗？生活吗？你们在说什么 ？I wish you love。倒数第三次，还有，谢谢谢谢你。为什么很难相信？今天做头发的时候，姐姐们还有全员都说我的头发长得真的好快，肉眼可见的快。那我希望它能再长快一点。终于还有一次，我遇到。谢谢谢谢你。下周这个时候就结束了，那就时间再过得快一点吧。谢谢0202UX 投出的一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我是骚年为我投出的9票，谢谢在我投出的一票，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香一碗感觉专门，我投香一碗，我感觉我什么都没赚。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觉得。谢谢谢谢阿嘎，我投出的一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长得确实很快，不错吧？折磨。不仅仅晕倒，大家都晕倒。确实。现在大家真的要多注意。我今天就是去做核酸检测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大家都会有这种紧张性，因为我旁边我们是并排坐嘛，然后旁边那个人也在做，但是是我不认识的人，然后他摘下口罩的时候，我都开始有点害怕，就不是那种恶意的害怕吧，就真的会下意识心里会很紧张，我心想，就我看热搜，就各个地方都有新增，就一定要多注意。出行的话，还是一定要做好特别特别重要的防护，真的不能掉以轻心，真的。反正也是，谢谢，就是会发那个，就是什么真的口罩，透明的口罩嘛，然后粉丝会说，就是会让我不要戴口罩，啊，今天在说这个事情。不是，我不记得是不是穿黄色衣服了。我哦，那应该就是运动会。哎呦，这么点。没啥用，确实像食堂阿姨戴的。对。对。哇，哎，还是有点用的耶。我发现了，对呀、啊，是真的，戴口罩真的很重要。你们看，这个是没有打光板的。我在车上都戴的严实实的。对呀、啊、，Hello， 我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发了一条微博，我还挺喜欢那套红色的打歌服。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戴上帽子是方方的，超级。正常来说，我还以为会是小苹果类型的。然后。不知道。整个皮肤得看一看后面的行程，官方行程安排。虽然我真的不爱戴口罩，但是你们也，但是也一定要戴上好吗？虽然不喜欢，但是也一定要戴上。就是对自己和对身边的人都有一种保护吧。8月快乐。今年还有好长时间了。
是呀，我看热搜都有点紧张。心理作用，我领导。谢谢芳芳是一只猫为我投出的九票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感觉今天还有五个月，这一年要过。我昨天还跟青青说呢，青青说他想时间过得再快点。其实我觉得也还，八月结束完之后，九月、九、十月就要入秋了。再过一下就冬天，冬天就要过年，就是又是新的一年了。好恐怖啊！我昨天还在想，真的很快。谢谢东林瑞为我投出的一票，谢谢。是呀，是呀，这样说着是不是就是特别快，特别快？听起来很大。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完成事情，或者是想要见到的人？还是要。因为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难道不是应该做些什么和见些自己想要见到的人？我觉得应该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。对呀、啊，这些也是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啊，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和见自己想要见的人，不就是在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吗？嗯、没有，我今天不会见。我应该之后，知道，反正上一期就没有。我是会觉得上学的时候老是拖堂那五分钟会很漫长，之后应该也不会占用体育课时间很漫长，长大是很快。对啊，所以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多注意。哦，对对，是停电的，停电没有电了怎么剪？你说？Hello Hello。突然发现在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开直播还挺有仪式感的，就是会比较正式的度过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以及会有人很正式的跟你说新的一个月开始。开始那是怎么样的？就是大家会告诉你希望你这个月是快乐的，有一个在你睡觉前有一个祝福，等你醒来之后就是新的一个月了。谢谢谢谢米轩我投出的九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应该还会再讨论这个东西。嗯，我把这个我红星剑的歌曲里面听完我就下直播。我也要下，但我这个红星剑这张专辑还很有趣的、啊、谢谢小茶是颗向日葵后投出的一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哦，这还挺适合八月开始一首歌。我是明天是周几啊？周日还是周一啊？周日是吗？谢谢可爱喵加汉堡投出的一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以为大家是周末，周日的话要早睡。宝贝，不是、啊、谢谢我也不是歪了投出的九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像木去的感觉。别想，别想啊！真的是这样。你也告诉别人，不要
动物。明天要坐火车出门，就是行程都是定好的，对吧？要做好防护，要特别特别注意，一定。如果在火车上吃东西，也要特别注意哦。嗯，要顺顺利利的去。谢谢海盗一起中，是我投出的酒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顺顺利利的，顺顺利利的，健健康康的。上一期也担心会看我自己的眼睛。嗯，好，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要戴好口罩，好吗？好吗 ？Hello， 晚上好。啊，不会再补拍了，又开始想了。谢谢谢谢，我喝牛奶就困的酒票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歪了歪了歪，投给我的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我这个就很像山东话，我现在被扣一和谢漂亮带的山东话，我发现说山东话就是一定要舌头要半卷一点，然后用上口腔发声。谢谢一把小提琴投给我的10票，谢谢，谢谢。山东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今天就突然一下 get 到这个了，然后就很快知道怎么切换，也是蛮神奇的。真的。我每个视频就是发了有。其他人的视频都会发给他们看的，各位有什么需要修改的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但是我们总算结束完了，应该再过一阵，差不多大家都要返校了吧？8月中下旬，很多大学，都要。谢谢我喝牛奶就困的酒票，谢谢送给我的酒票，是吧是吧？我一个东本说话都有重庆，重庆话也很容易被传染，我觉得是很容易的。重庆话怎么说？嗯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能想到屈玉文的脸。我就是重庆话代表吗？他很会说那边的话，对啊。谢谢我和牛奶就坑的酒票，谢谢你。就是中下旬9月，晚一点可能9月吧。山西话，陕西是陕西对吧？陕西好像是看《山海情》特别会之前。但是《山海情》里面是哪个地方的方言？好像很容易也会被带。谢谢小家投给我的9票，谢谢。哦，那是宁夏，不好意思。白鹿原和平方的事。我今天本来。是打算去就是休息室，我们今天等待时间比较久，想把杀死伊夫看一下了，结果发现我下了7集，全部都是7集预告，我还在想哎怎么刚打开那进度条都已经到一半了，有被自己无语到，真的是下完了整整7集，结果全部都是预告，缩减版预告。这
对对，我是在 B 站看，我觉得 B 站还蛮多收录的，挺多电影，还有就反正我觉得就是内容还蛮多的，很高清，我觉得真的很高清，非常，而且我有会员之后，微博账那个 B 站账户的会员，就是那个清晰度对我特别友好，特别满意，真的。我前段时间是在那上面把末代皇帝又看了一遍，完完整整的看的，但是中间好像稍微删减了一点吧，我也不大清晰，但那个画质各方面真的很好。谢谢，这个繁体字怎么念，我就叫你文化人了，投给我的一票，谢谢。其实我看视频我还挺喜欢看弹幕，但是弹幕一定不能超过一半，就是得在上面三分之一这样。还是挺喜欢看弹幕的。上班，你可以摸摸鱼，感觉。就算总选那天不看直播，应该也会有很多实时的信息出来这样子。我再把下一首歌曲播放完，我就下直播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所以我的脸一半是印着快，另外一边脸印着乐，就是那种小的 logo， 很可爱的那种彩铅笔，是这样的吗？上班手机要交给老板，怎么跟上课一样？他难道会给你们定制那种帆布袋，每个帆布袋就有一个小口袋，就是你们要依次按照顺序排列放上去。如果其中哪个口袋里面铃声突然响了，在工作范围之内，他会请你拿着手机，请你出门这样。我也觉得。你跟你们老板说两个字，人权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嗨。有一点点。对，今天万物有点再多跳四首，我们就感觉把十六人曲一整套公演十六人曲都跳完。对，今天的通告氛围啊很足，大家。对，两个四首歌连跳跳哦，真的到后面汗淋淋的，汗淋淋的。回那个休息室，我把帽子取了，头发就完全啊静电，就各种乱糟，没关系，我在那里坐着晾，在那里擦汗，在那里晾一会儿先。是，对对。谢谢梦之使为我投出的九票，谢谢。当然看奥运会啊，怎么能不看？今年是我看奥运会看的最认真的一年，真的。我很喜欢我们微博的热搜条，被奥运这种相关信息占满的时间段，很喜欢。我是在咪咕，我为此还下了咪咕，就是在这上面看直播，当然是看乒乓球。我倒没有充会员，但是真的那个画质让人犹豫了那么一下，就是不需要，你可以看点进去有直播界面，但是你要是画质想要特别高清的话，你就得有大会员。会员走天下呀，真是。对呀、啊，
但是我们后面公演不是一直也都挺多的吗？后面肯定就是总会有不那么冲突的时间是可以过来的。我比较喜欢的运动项目，我看的比较多的是乒乓球，然后体操也会看，但我很喜欢花样滑冰这个，感觉还是跳水这些游泳的，我一般就是看的实时 cut， 不是会立马推出来吗？我就会去看，这样子。我是什么种类的书？这个也太多人，就从我来斯巴已经被无数个人这样提问，我是个什么书？就是你看到了我是可什么样的书，就是什么样的书吧，我觉得。哇，这答案跟我的好像。对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就很不是一个问题，老实讲，我觉得什么样的书，什么样的书？我朋友说是跑起来还挺快的书。真实的跑吗？不是真实的跑。好好睡吧睡吧。对吧？我把那首歌放一遍，放了这首歌也很舒服。那我就下直播了，大家最后一首歌。那是因为热，热的不行了。每次自我介绍我的时候，那都已经跳完前四首，真的特别，整个人的状态。哦，身体状态也很饱满，感觉就很热，你没有办法。你想想我们公演，肯定就是体能输出。只要你说，我就可以。但我自己本身是挺出汗的，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我就是出汗的体质。三月寒树有很喜欢的歌吗？我当时录音的时候，我有说过之前直播，之前去录音棚就还没有正式学这套公演录，仅是在录音的时候，我很喜欢《试试吧》这首，因为它很抓耳，旋律也很正，很喜欢这首。然后中间 Unit 完了之后那一趴，就模范生2024那一趴，我觉得跳得很爽快，就是会让你很投入，也很喜欢。我不运动不跳舞的话，我出汗还行呀，是吧？对呀，而且他那个词，词也蛮很直给，然后又很可爱，很可爱很可爱。专属座位还可以，专属座位就很夏，就是像冬天圣诞节前夕一定要听的歌曲，像旅行，下大雪，拎着行李箱要去铁塔。就是旁边树上都是那种串灯，要去过一个节日的感觉，很甜美。要一段时间看不了公演了，哎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后面公演时间的安排呢。对，那是我特别带的粉色小背心。我也很喜欢那一场。
这些都是需要练习的啦，什么细节各方面都是需要很多次的练习才可以。三二开头，我们今天在后台的时候有说到身份证尾部的数字，但是不知道这个会影响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地区，应该每个地区的前面的数字会不一样。但是像这种你说就真的比较没办法，你想就稍微类比一下，就我们当时湖北嘛，因为四月份多就已经差不多武汉也解封了嘛，就各个地方，但是整就我们湖北当时也没有办法回北京，一直到六月中旬我们当时才能，湖北人就反正才能回北京，就这种东西没有办法的，可能就还是在防控之下一定要牺牲一点，这样吗？对呀，就是只能期盼疫情能够快点快点。对对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传染疾病，它性质实在是太不可控了。我看到就是今天我看热搜上有一个确诊的，然后他把他的行进图，哇，真的非常清晰，就跟在他身上安了那个监控一样，每个就他哪怕在饭馆，然后他什么时候吃饭，然后其他空间有几个人在同时，然后后面后厨就特别清晰。我就想说你一个人就是感染上了之后，你就是这种很恐怖，就没有办法，所以可能有一些就会管控的很厉害，就大家忍耐一下吧，这段时间真的可能。这个也不算侵犯，这个是正确的公布途径，然后来找就是接触内的人。其实他把这个应该是自己当事人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能够更准确的能够找到密切接触的人嘛。我们奶油鸡什么奶油鸡，就是要早睡，早睡真的，你如果不早睡，你不睡不好，你的一张脸是真的会很臭很臭。然后你打底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，对，不能打得太粗糙，要把底打得仔仔细细的。然后多喝水，上粉底之前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脸是比较湿润的这种程度。学到学到，对吧对吧，我再打个。好了，我要准备下直播了，大家你有你自己的可爱就很好。你们也是早点睡，几点？我觉得两点之前算早睡，两点半扩大点范围，主要是两点半之前你已经进入入睡，我觉得就还可以。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。886八月快乐，给你发，拜拜拜拜，886拜拜。